我现在就好好展现一下男朋友的能力，我来帮你洗澡。那怎么行啊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我闭上眼睛，听你指挥。你要是这样，我就不洗了。哎，你这还没好呢，你干嘛？来，先坐下。今天一心姐拍动作片，谁知道片场出了意外，她直接摔在地上昏过去了，现在她还在医院呢。哪家医院呢？一心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你来了。没事，没那么严重。还没事儿，乐乐都跟我说了，多严重才算有事儿啊？公司也真是，老是给一心姐接这种赚钱快的动作片，每次看她拍打戏，我都提心吊胆的，让她用提示，她就是不肯。好啦，你们别太紧张了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是工作的本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这次就是运气好，摔着腿了。那要是脑震荡可怎么办啊？别乱动，这还输液。我现在啊，倒是很想回片场去，但是这一时半会儿，估计也回不去了。你要回什么片场？踏踏实实养伤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幸福的，你后面也不用担心，这两天受了伤了就安心休养，我会陪着你。行了啦，医生不都说了吗？我这又没有伤到骨头，应该很快就会好的。那怎么能行？伤筋动骨都是一百天。饿不？不饿。我就是想好好放松一下。太累了，那就泡个澡。等我，高航，慢点儿。我说我想洗个澡，你在楼上半天也不下来。哎，慢点儿。这都是你放的啊？是啊，女孩不都喜欢玫瑰花吗？所以我得弄一个玫瑰浴，全身放松一下。可以啊，信心的有点过分了，看来没少对女孩子啊。说什么呢？我心里除了你以外，从来就没对别的女孩好过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需要那么认真吗？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你。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闪失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的、认真的对待我们这份感情，因为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我不想这样就错过。我希望你能越来越依靠我。我现在就好好展现一下男朋友的能力，我来帮你洗澡。那怎么行啊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我闭上眼睛，听你指挥。你要是这样，我就不洗了。哎，你这还没好呢，你干嘛？来，先坐下。哎，我就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这么认真。我给你里面放个防滑垫，你自己好好洗，我就在门口。
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。嗯，我先出去了。好嘞，谢谢你，总监。你的我这个，李琴，你帮他解释一下吧。好的，总监。好了，就按照我刚刚说的去执行吧，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散会。温柔，你真打算一辈子不离我了？我这个人是公私分明的，公事的话，请您讲。其他的就免了。你说你不在乎我，就跟你的前男友之一一样，但你眼下的反应应该超出任何一次失恋的情况吧。的确是跟以往不一样，因为我这次完全不伤心，可以说连失恋都算不上。